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味全小厨房》，我是主持人翁大嘴。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感谢美国味全公司及百家超市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我们今天呢，还是同样，我们请来了丁师傅跟我们一起。各位好，主菜丁师傅，我们今天做哪两道菜？我们呢，做一个上海的大馄饨，虾肉馄饨，荠菜虾肉馄饨。OK。还有一个呢，核桃虾。好，两样东西。我们现在先做荠菜馄饨，好，好不好？我们知道这个锦江的有一道菜，叫做锦江荠菜馄饨，大馄饨这道菜非常受欢迎，地道的荠菜馄饨。我们今天有幸来学这道菜。现在呢，好，荠菜呢，切碎。我们的荠菜都洗过了。是我们用的是味全的冷冻的这个荠菜啊，在如果去超市的话，百家咱的冷冻食品部都会有。非常方便，它这里是已经熟的，是吧？听说对，这个荠菜呢，它是速冻的。这个荠菜相当好，味全的荠菜。我们用的荠菜呢，全部是味全的，相当好。其实这个荠菜它是到底是一种什么菜？是上海的一种野菜，是现在山野菜是吧？对。哦。但是呢，现在呢，大部分是人工培育的。哦，就是可以再种的这种。对。OK。那它这个，除了不可以包红的，还可以做别的，都可以做，都可以做，什么意思？那个这个荠菜可以做那个荠菜豆腐羹，啊，可以做成羹啊 ，OK， 很特别的。那如果说我这个荠菜拿回来不需要烫的，也不需要做任何的这个加工了，洗一洗，洗一洗就好 ，OK， 好，我们看把这个，因为它水分还是蛮多的，把这个荠菜里面的水分挤干净，好。注意，这个有好多人是不注意的，是要注意这个菜呢，任何素菜，包子也好，这个荠菜馄饨也好，要拌肉的时候，首先素菜里先加油，哦，是这样子的，对，先加好油以后， okay. 等一会肉拌好以后再包在一起 ，OK，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放油的话，直接放到肉里的话，这个菜一个容易黄掉。OK， 还一个。好，我们现在要放油，放什么油呢 ？OK， 放豆油和麻油。麻油 ，OK， 我们先放麻油。Okay, 我们看今天用的是味全的纯麻油。好。好。放多少？多一点好了。麻油要多一点是吧？豆油也多一点。好，再放。油。我们今天放的是矿油 ，OK。Okay, 好。好。这个油。拌好，适当的油多一点，但是油一定要用好一点的油。好，所以好一点的油就是包括那个像橄榄油啊什么都可以。橄榄油啊什么都可以。好，好，我这个荠菜呢就放了一点油，拌好以后是放在，现在呢要放拌肉，猪脚肉，猪肉末啊，猪肉末 ，OK， 猪肉末的话 ，OK， 酒。OK， 我们放点生姜末在里边。好，这个上海菜用姜用很多哈。对 ，OK， 还有一点，有的时候，比如就是说香菇，香菇的话，不应该就是说和葱放葱炒。哦 ，OK， 就是说用姜炒是可以的，放点适当的姜丝啊、姜水啊什么，放香菇的香味和葱。葱有葱毒的哦，他们这反正其放在一起的话，可能会产生一股不是那么好的味道。所以好多炒菜实际上是要科学的去炒出的东西，包括好多菠菜烧豆腐啊什么一定要注意。好，盐放一点。好，放盐，放多少盐？放一点。OK。好，大概一汤勺的盐。好，我还要放点虾。这个肉呢，姜在边上，让它醒一下。放点虾仁，好，好不好？虾呢，我们呢，这个虾呢很好，是百家买的。那个要给它洗一下，筋呢把它先洗掉，就像上次讲的一样，这个虾呢里边呢有根筋的，一定要去掉。虾线。没有，这个里边有点脏东西，这脏的嘛，这怪怪的味道。对，这个就像虾的肠子一样。对呀。好，好，
那个 OK， 放点磷粉，放点盐，腌一下。好，还是老办法。对，捏捏，捏捏透，而且要给它捏的捏一会儿。这最主要是把虾线挤出来，另外一个把虾本身的就有一种OK 腥味也去掉，对，虾线一捏就等一下出来了，是，就等一下可以洗掉了，一洗就出来了。对，这个步骤非常重要，因为它这个你看，这个一根根的虾的，对，就出来了，都已经出来了，都已经出来了，嗯，我们等一下用水一冲，它就这个一冲就没有了，是是是，好，捏好了，我们现在要洗它。我们是要把这个虾放到这个肉馅一起，是吧？对。好。肉呢一定要新鲜。那这个荠菜馄饨一定要是猪肉嘛，是吧？对。通常呢最好不要自己买绞肉。嗯。买一块肉以后呢，叫他们再绞。那这样的肉呢，跟新肉比较好，这个质量也比较好。嗯。一定要。要去买就买夹心肉。买块夹心肉，叫他们。肉脯嚼一下。好。那个，对，我们现在就虾肉给它剁碎。虾呢，给它呢切的剁的碎一点。但是不要那个剁的时间太长。OK， 就不要剁成有一块块泥，能够咬到的一块块的虾。好。好。我们还需要虾的这种口感。好。好，就这样可以拌起来。通常，你们这个虾和肉拌在一起的话。它如果自然的有一股清香味道出来的话，说明咸菜是正好的。OK。如果没香味出来，说明盐不够。OK。OK。有的是，但是盐太多了，它香味就取消了。OK。比如就是一般的情况下，你要自己拌馅啊什么多的话，一般的话是放那个肉的话，你放0.9就盐就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有的东西是比较吃盐一点。OK， 我们现在要放点酒是吧？对。好。这个跟拌饺子馅是不一样的，那饺子馅有时候打很多的水在里面，这个不需要是吧？这个打点水也可以，但是荠菜里本身有水分，有水分在里面，我没捏得很干。OK， 好。好了，像这种的话就可以放进去了。荠菜放进去。Yeah。好。可以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包了。哇，好，我们今天要用的馄饨皮也是由味全生产的，叫做云吞皮啊。那这个我们知道味全有很多种，有水饺皮啊，有云吞皮啊，各种还有春卷皮等等。那它这个馄饨皮你有用过是吧？听说对，它最大特点是什么？它这个馄饨皮很有弹性，很弹性，下了不容易碎。哦、OK， 就是在锅里煮的时候，这馄饨不会碎。对，好，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包了。好，包馄饨有什么诀窍吗？包馄饨什么样都可以包，馅什么的，但是我们的上海馄饨呢、OK， 上面擦点水，因为馄饨皮比较干一点。好。这样边上，哎，往前一卷，一拉拉起来就可以了。所以馅呢也不要太多是吧？太多会破。那个，这个上海馄饨呢，这个他们皮子呢比较小了一点，但是这个皮子呢相当好吃。其实在家里的话，用这个是刚刚好的。你看在家里的话正好。其实家里如果自己两口夫妻在家里。小两口子很方便，是吧？然后做点好吃的。没有，多抱一点，多抱一点，可以放在冰箱里。可以冷冻起来，是吧？可以冷冻起来。耶。好了，我们可以下了，好吧？好。那丁师傅，我们这个汤头有什么讲究吗？这个馄饨。汤头的话，OK。这个我们是用的味全的鸡汤。哦，味全鸡汤，好。万能鸡汤。万能鸡汤。鸡汤相当好，一定要用鸡汤。好，馄饨、面条，什么东西，汤头很重要。是，那个我们可以下一碗。因为用了这个鸡汤，以后不用放鸡精啊什么，不用，味精都不用。对，好，鸡汤开了。
来，紫菜也放，可以放下去，虾皮也可以放上去。你汤里放紫菜和虾皮、对，这个汤很清，而且放两个葱花。好好，我们可以下馄饨。大概馄饨要煮多久？丁师傅，馄饨放点冷水，开了放点冷水，两三次就可以了。这个味全的芝麻油是相当香的，相当好。像我们如果，丁师傅，这个煮馄饨的这时候，可不可以直接用这个汤鸡汤来煮它呢？这个没有这样煮法。OK， 一定要分开嘛，是吧？分开煮。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味全的这个馄饨，这个皮非常结实，这个、馄饨。喂，它这个皮很有弹性。好了，再加一次水可以了。这跟猪脚的差不多嘛，我们就是三碟。假肢。一样的。好。北方人就是头锅饺子二锅面。好了，差不多了是吧？对，我们的馄饨熟了，它浮起来了就熟了。饺子也要浮起来嘛，对不对？是，因为它用翻滚的时候就证明它熟了。哇，非常漂亮。我们今天用的紫菜呢，也是由味全生产的这个美国的紫菜，非常好。好，这个馄饨，我们今天这个馄饨好了，这是一道菜。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个核桃虾是吧？核桃虾，这个核桃虾，这个虾呢已经剥好了，头呢也去掉了，就是现在要去筋，去皮去头的这个虾。对 ，OK。去筋的话还是老样子，就是还是要给它中间剥开，还是要给它筋中间剥开。像这个筋，我们用手给它撕开行吗？撕开这个你很难撕的。不是，我就说你切好了，比方说我现在这个筋，我现在用手这样。就是在不用在洗之前，我们先给它剥开也可以啊，但是费事一点，麻烦一点。你多试嘛，就我那个的话，一样要洗的，一次搞定。虾的味道呢，它有一股腥味，是。如果加点磷粉，加点盐在里边擦的话 ，OK， 的去腥味，去腥味，那个腥味去掉，一方面，就把那个肠子也那个出来了，一起洗干净，是。对。好，我们还是用老方法。好，我们还是放着磷粉，所谓磷粉生粉，再放一点盐，去把这个虾还是给处理一下，就主要是抓洗它，然后把这个筋和这个虾子本身的这个味道。虾，我们看丁师傅还是在做同样的动作，每次我们用到虾的时候，丁师傅都会做这道程序，一定要洗干净。你看这里边的是肠子，就自己一捏就出来了。是。多捏一会好了，因为它外面一层虾的背上的比较新的，是也可以捏掉它。好，好，我们来洗掉。因为这个水呢要去干 ，OK， 要把虾这个水拧干。哎，对，一定要把它拧干。好，在虾里边呢可以放点生姜，那个生姜和那个葱花，炸出来的话呢，吃起来呢。里边特别香，这可以把火开开。我们要烧油是吧？烧油。好，我们看虾里面放了一点点生姜，还有葱是吧？葱。葱呢切得细一点。它呢可以粘在那个虾的身上。吃起来过炸过的葱香，很香的。切得碎一点，用一点鸡蛋，
我们要放一只整鸡蛋吗？半个就够了。半个鸡蛋，好，没多少香。就蛋清进去。好，放一点点蛋清。好。放点芡粉。好，放生粉。油热了以后，生粉多一点，给它。就是要挂的厚一点，就是整个这个对，整个外面脆脆的，嗯，但是不要放的时间太少，好，否则的话它会粘在一起。OK， 就是在只要下油锅之前，下油锅以前，好，所以我们的油温呢要到八分，比较热的油温，要350度，我们现在油温已经大概差不多了，所以呢零分多一点的话。OK， 好，这个呢，一颗颗的分得很干净的。OK， 我们差不多了，它分开了。分开来的话呢，我们呢就可以炸了。好了，现在我们的油温呢差不多了，可以下去了。好，好，大概要炸多久？不宜炸的时间太长。好，因为虾很容易熟。呀，所以呢，说要油温高一点。好，你先关火。起来吧，它已经脆了。好，你先把虾捞起来。哇，看到这个虾的颜色已经是几乎近金黄色了。好，我们等一下要回锅了嘛，是吧？不回锅，我们就好了，拌上马耶奈斯。好 ，OK， 我们这个马耶奈斯呢，我们已经拌好了。你在自己家里的话，可以打点牛奶进去啊，还有那个柠檬水进去了，打你这个马耶奈斯来拌搅拌。对，马耶奈斯拌进去就可以了。好。我们今天的东西基本上结束了。好了，只要到这里放进 mayonnaise 就可以了。好，我们就全部进去。这是 mayonnaise， 我们就是已经调好味了。沙拉酱。好，跟这个虾拌在一起。对，因为趁这个虾热的时候，你 mayonnaise 会稍微融化一点，是吧？对。好。让均匀的拌在这个，让每只虾都有这个 mayonnaise 这个 sauce 在上面。哦，我以为还要去炒，是不用炒的，就直接用 mayonnaise 拌一下。好，哇，香味扑鼻啊！好。我们看丁师傅已经把盘子摆得很漂亮，我们把这个虾，我拿来的樱桃呢？放点核桃，核桃我们要直接摆上去就好了。对。我们围个边，还是要放两粒樱桃在边上。丁师傅对这个摆拍是非常讲究的，每一道菜就必须要有一种装饰在上面。用的是一种食用樱桃，好，非常漂亮。好，这是我们的核桃虾，放上去。核桃虾，温度要半小时干掉。
朋友，今天的两道菜，核桃虾和荠菜馄饨，您学会了吗？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有个有奖问答的环节。那今天的问题是，今天在节目里丁师傅有说这个荠菜是什么哪一种菜，请您答它是哪一种菜。那知道答案的朋友呢，请给我们 email， 我们的 email address 是 itv.live@yahoo.com。 那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得到由百家超市提供的10元礼券一张。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丁师傅，非常感谢各位观众，再见。再见。百家百家，走遍万家，购物请到百家。百家超市在顶好广场闪亮登场，油水海鲜、家禽肉类、干鲜果品、新鲜蔬菜，产地直销。百家超市是有品位、有特色、价廉物美、服务亲切的超市，享受精致生活尽在百家。百家超市100%超值，是最佳购物的场所，欢迎光临。谈起水饺，咱北方人是最在行的了。皮儿除了要香 Q 带劲外，还得要不粘嘴，这功夫全靠的是那和面的手劲儿。至于馅儿呢，讲究的是那原味，打些水汤配上各式好料，每口尝来，都是扑鼻的菜肉香。这吃就要吃正宗道地的北方饺，北方人的北方饺，味全水饺王精厨珍品系列。水饺传奇再现，国家级特级厨师群亲自指导，味全山东手艺水饺，肉馅用料特棒，青岛济南烟台5年实地取经而成，饺皮口感特佳，面粉与水的黄金比例，嚼劲十足，汤汁馅料味美，实在是好味道，多种口味，个个地道，全都是这功夫。味全山东手艺水饺，好吃的不得了啊。